什么东西？录取通知书，这谁的？这么贵重东西扔了？全都会，这不是我闺女的吗？哎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？啊，贵啊，过来，妈有事给你说说。我记得你前几天不是说高考没考上吗？对啊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认字啊？这上面写着你的名字，还有咱家地址。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别人瞎写的吧。你还撒谎，这上面盖的红章呢。说，大学通知书下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妈，对不起，其实我考上大学了，但是我不想去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一个人从小把我拉扯这么大，受了那么多苦，吃了那么多累，女儿实在不想给你添加负担了。哎呀，你个傻闺女！闺女，你放心吧，妈从年轻的时候一步一步走过来，还怕吃这点苦？只要你好好上大学，妈再苦再累，心里也是甜的。妈。我想你了。